娇也不美了。该美时候美，不该美时候还美啥了？凋谢了。就像你以前真挺美。咋的？我现在不美呗？给你花。最近好就你帅，屯子还高不下你了呢。我是屯子最靓的仔。那四个大牙还最靓仔？广东那边叫靓仔吧？你还敢不承认？你还叫靓仔？啥叫靓仔？给妈解释解释啥叫靓仔？靓他们家孩子。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张丹。美人蕉花大家都认识吧？开的大红花可带劲了。今天给哥儿给他刨下来，冬天呢哈不刨下它冻。来来来，刨！不是你咋好像那猫驴撂蹶子转圈刨呢？离我远点啊！放屁崩死你！他俩都烦。这算啥呀？这都皮毛。哈、啊、哈，这家一下干人。磕脑瓜土。这都是啊，这家的整的磕脑瓜土。第一颗秧。一颗秧翻多些，到时候能栽多少颗呢？那够一半一半的，这得搁到时候搁桶里头。这算这秧吗？嗯，这翻的多些，能栽好十颗。把咱家萝卜缨是不是能吃？能，那萝卜可好了，那缨起嫩。我寻思搁它包点饺子，搁点肉，然后用那个咱家的糍粑粉。那赶上没比。嗯，这咱俩整汤去吧。嗯，再早那时候我就吃萝卜缨包饺。这是冰糖萝卜，上面缨子给它包饺子，底下这个萝卜给它拌个凉菜，可好了。这冰糖萝卜里边是红心的，在我们东北叫心里美。缨子多皮点，这个萝卜给地里还能长，皮点心儿嫩成。好了，回去包去。两袋玉米糍粑粉。这个糍粑粉啥也不用搁了，就用温水和面就行。你和完的面搁炕头呢，炕头热乎，搁的抓得快。行。和好了，写40分钟。张楠奶奶过来整了吧。水开，萝卜缨焯下来。炒两三分钟就行。妈，这味儿是不是清凉？清凉味儿。这么快就炒完了？这个嫩好炒。葱姜花椒大料熬的调料水，少量多次打。葱姜。花椒面、十三香、盐、味精、鸡精、生抽、蚝油、豆油、萝卜缨子，别的调料啥也不用搁了。你听这小声，沙拉沙拉的，这小馅可好了。看这糍粑粉发的多好，全老气泡，和面排气。拿点萝卜。我先不吃，等待啊，小张来。嗯，回一口子。哎呀妈！再一大口。包完上锅蒸去。大叫吗？蒸半小时。好的，出锅。哎呀，都闻出香味了。你这是好不好得了？你这大脚包不小啊。看大脚是不是不小？多好。这里边还有汤汁呢，看多好。这馅是不好吃？嗯，好吃。
再两个蒸就包这些。哎呀，还半脚丫子。吃的不实乎吗？这可以直接把加大啊。汤汁还饱满呢。哎，咋喝呢？给我喝汤。举杯。有有。哥哥都有汤汁。凉菜就饺子，瞅你像个大胡饺子，把这家喝了。干啥呢？赶小孩的。不汁儿吗？冒出几汁儿了。今天视频分享到这儿，别忘点赞，我们下期见，拜拜。拜拜。